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们不会知道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哇！不要逃避。走了，走了。全军出击！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太自信了，我觉得我必能躲。An enemy has been
妈的，建草前 Q。 这么急干鸡毛？ 不行啊，我不能这么搞啊！他是不反，他要是跟我野区反了，我咋办？ 妈的，我说呢，我刚才看见这个剑圣头像是亮的，但是隔了一下又灰了，我还纳闷呢。
结果是他自己放 Q， 放 Q 的时候投向狐狸。搞得我都不敢往上走。我六重，我吃三层没啥问题。往这走也不行啊，有岩穴。没跳蛋，我不吃了。
干什么？想要抬我呀？哎，关键时候没孤立了。我感觉我这一波疯狂卡屏啊，但是我一直在看我的 FPS， 却没有跳。你无限 Q 我兄弟，飘出来也杀不掉，没蓝了就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来个三速先减减减减那个减速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容易上头，这样玩，玩着玩着就真不想刷了，得慢慢改，慢慢习惯。没线呢，能救我就是我自己。我觉得这 AD 是没闪的，不理解。Double kill.